河畔，东京到有点危险，要坐的。然后那个今天我们现在要去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行程。哦，真的吗？对对，超级兴奋，你等一下看到就知道。是要吃好吃玩好玩的吗？对对对，哇，太兴奋，哇酷哇酷。好，我们现在是很早四站，其实我只是想跟你讲说，以前我高中三年，每天都坐到这一站通勤。就是我们早餐店在哪里啊？我想吃的豆浆在哪里？好，我来给你最经典的好吃早餐。哎，等等，我前一个礼拜在日本才吃过而已。没有没有，我精心帮你安排这今天的行程，就是在台湾的，但是却像在日本的一天。好，好 ，OK。所以我们的早晨就用 Komeda 打开吧。期待，期待 ，Go。怎么样？现在心情是不是非常兴奋？非常期待，怕受伤害，是不是想吃吃看有没有什么？好想吃！我给你看那个，我家附近Komeda的那个店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家附近那家Komeda。哇，好棒哦！跟这家店一样呢。你刚刚说你有一阵子每天要吃这个，是不是？对啊。所以你今天决定要换点口味吗？因为我平常都是吃就是这个活力早食啊，说起来也是有点腻啊。Chilled meat， 所以我可能是吃个汉堡吧，然后就不加饮料了。那我决定要喝那个 ice coffee， 这个 ice coffee， 好，来尝吧。前两天在查行程的时候啊，然后跟你分享一个小知识，就是 Komeda 咖啡厅啊，是日本网民票选，就是前十名的连锁咖啡店里面第三名。哦，真的？哇哦！然后第二名好像是那个 Delta。哦，好好 ，OK， 多多鲁，多多鲁。然后第一名是什么？我猜啊，我猜第一名是Tullys。第一名是星巴克。Shit，OK、okay。这就是鲍勃最爱的组合了。你可以拍下我的脸，就是一点都不 excited。今天的行程全部都会是各种日式的建筑跟料理。是是，就也很好，一定很好看，一定很好吃，但是我就是提不起劲来。嗯啊，就是肉真的是蛮厚的。哇哦，tonkatsu，对 ，tonkatsu， 来吃一下。啊，吃饱了，也啊，吃饱了，耶，校友中心。不知道我校友中心有没有免费 access？ 几率应该不高。好，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站，就是令你会更加兴奋的。哦，是善岛市吗？台湾文学基地。哎，对，在那里有一个大概就是1920年左右建的日式的宿舍。哦、OK OK， 我们去看看。好，走。Why can't I let the day be done? When the sun is out of sight, so is my peace of mind. 好，介绍一下，台湾文学基地。My worries should be put aside. Put aside. 其实不说真的会在日本。其实我在日本也蛮喜欢，就是逛这种古老的建筑。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真的超级无敌漂亮。就是即便在日本啊，这种地方其实蛮 popular， 所以都会有人来参观。但是我们今天10点来这边，就基本上就只有我们这一组客人而已。然后基本上，然后这边又免费，我觉得很推荐大家过来看看。哎，我今天安排这个景点啊，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没来过，然后我是为了要找就是日式景点才找到，然后我今天来逛了一下，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个人是觉得必访，
就是即便就是先不论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日式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环境啊，然后做的是免费，你可以看到一些台湾历史，然后在这么就是这么棒的空间不被打扰在那边休息，我觉得真的超级我现在参观的差不多了，然后准备要去我安排的中餐。哇，好紧张哦！哇苦哇苦死路呢。没有，我安排了一家是那种很像你在东京会吃到的汉堡店。OK， 敬请期待。好。怎么样？一进来有觉得这边？有一点东京或下列的感觉，我可能现在在下北泽的汉堡店那种。对对，是不是有一点热的？对啊，没有没有戏剧效果吧？没有戏剧效果。而且你看他的马妞也是做这种，对，很或下列的感觉。对，这就是那种自由之秋啊，然后或者是像你讲的下北泽会有的店。欸、对、哦，是我们上次吃那个有点像自由之秋那个 The Bear Burger 啊 ，Bear Burger， 对对，就是那种 feel。对，这家店我推荐这个炸洋葱富士山牛肉堡。或者是这个生乳基底的唐扬咖喱饭，等一下尝鲜给大家。闻的什么东西？生乳基底唐扬鸡咖喱。嗯，我刚快速的逛了一下成品，好了，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坐捷运前往我们下一站是那个北投的温泉博物馆 ，Let's go。我们要新北投站这边有最有名的草金温泉，耶，温泉乡 ，yes。刚冲完澡，现在可以泡了。对对对，请问现在温度几度？来三十度。How much is too cautious? I feel like it's burning me alive, 'cause I simmer over.Ideas that could never be real life. I can only hear the things I tell myself. Let the trivia. 我们刚刚搭了计程车，然后来到一个我原本没有要来，但因为还有一点悠悠，所以来的景点叫做北投文物馆呐、啊。然后你刚刚是一下车就觉得，就是像日本一样啊，这里超级日式，真的比今天我们去过的所有景点看起来都还要日式。对，而且感觉腹地很大，我们可以应该逛得开心啦。哎，这边像不像我们之前去不知道西日本还是什么？不是有去参观一个茶室吗？啊、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做茶的地方嘛。对对，研磨茶。对，而且他们日式建筑是不是都会很一定要我这边有一根好的木头？对，对，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原木啦，但之前我看那个、那个全能住宅改造王、然后很多那种旧的古民家一定都会有一根这种厉害的木头原木这样。不错不错。
somewhere between logic and reality. I've thought it over. Wrestling. 我们喝完咖啡了，然后接下来要去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带你去吃我觉得 CP 值很高的寿司。好，看能不能比日本好吃。应该没办法。But I can only hear the things I tell myself. Let the trivial things hinder how my heart perceives the world. Perceives the world. Perceives the world. I see.吃饱喝足，我觉得这家真的还不错。它的那个 CP 值跟它的品质，我觉得都有到，就跟那种日本的那种比较高级的国产寿司吃起来品质一样，我觉得甚至有点到更好吃。那如果你是在台湾想吃到非常非常日式的日式寿司的话，那我觉得就来这家烧日寿司。这是由才刚回来台湾不久的人认证，所以口味应该是颇到底。我七天前才刚吃过美登利，所以我说的应该蛮准的。包裹帮我评分一下，今天我安排的日本行程，满分十分的话，我给八分。说实话，说除了孔明大以外，其他的行程我觉得啊，对，但孔明大是日式啊，但我觉得整个行程都超乎我的想象，真的非常非常日式，吃的、玩的、看的，就真的都很棒，真的很好，赞。好，那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拜拜。